用之前两个人身体都清洁，如果你要肠道清洁也可以肠道清洁，饮食清洁，饮食准备就是前一天前三天，那我之前都讲过了哈，准备然后清洁之后看你要使用玩具，那用玩具之前请确定它是干净的，它不是在很脏的地方拿出来，其实这样很容易造成两个人的感染。然后呢在放进去的时候呢记得要慢，然后请你挤大量的大量，我自己说的大量大量的细性润滑液，因为细性比较不会干掉，因为干掉的话你那样摩擦会不舒服，挤上大量的润滑液之后再慢慢的放入肛门，每一个人放入的角度不见得都相同，但是不要硬搓就对了。如果你放进去觉得有一点阻碍，那你就用姿势改变，去通常是弯腰啦会比较容易放得进去，这样。那至于要多弯，那就是看每个人都不同了。